换大哥打个招呼。应该开始可以了。开始，来开始走了。把大哥打个招呼，谁来来听？你谁来来听？这大哥的中外诗人的大哥，我叫唐俊飞，今年82岁。那么你哪会要治病了？都已经直播了，记得不住了。有一种听他讲，哎呀，你上不年纪了，好像想不得。那么我为啥要让世事呢？跟上时代，这个是一。活到老，我要活到老。那么十五就是讲，我实在不去世事。空下来，如果一上台的争取人就来，所以今朝呢，先来试试，大家看看我这个视频录下来，那希望多多提宝贵意见，让我可以跟进。那么今朝呢，我先说一段。三国志强挑战士，那么该是呢，我恩师个孟伯本身历来合把两个先生，还是我两个他先生，一个他先生杨义清的是伯姑，唯一个他先生呢，三国志大王王若琳神武我背过，那么你身上一人光的三国杂经那是，后来因为李茂和太子包公得亲，刚就红遍天下，所以人家叫你老包公。那么你的三国志呢，后来晚年呢就复述，那么我跟你呢，我晓得身上那个三国杂呱呱叫。那我曾经的湖山听久了，听众同讲，你都欣赏这个三国志了。我连听一个月，日夜不动。今朝呢，我就来欣赏这个三国志里枪挑战士，跟哪种武器呢？上山走之路。奉军师之命，报效东岗，阿对两位夫人，不晓得陆军之中失色，赵子龙冲进东阳道，已经当一了，那一夜中去寻那小东。别个夫人头巾事情，佘子龙来到东阳头浪向，嗨，冲进杀出，威风凛凛，招兵少将听你破碎，但是杀出哪？称得军用，里面20人来。我用这个八宝小将，一个龙青上叫邵子龙，旁边的一来了，刘备虽当郎相，这个军师的习俗，叫生来少用，死来活。引出来了，那老君上朝门里，说咱那啥子龙碰得个，哎呀，那水当老死他个的大将，是跟那啥子龙水搏，怎么呢？那个输，那么上朝就是军模式，我一定要领去。要圣经上山受赐了，
杀人，那是自由身经拿我开个工人等着哈山。我晓得你是干一类的，他挑子上书，因为少兵少将，民再多，你不能够双手分掉命，不要身经拿我。俺也要不敌枪王张叔，但是你还敢真娘，但是你是臭蛋，听起来军帅谁的浪响，个兵少兵少将，谁的浪岗手指龙的本来好得一回，不能够抵挡少女。这个辰光，少操看到张旭，哎，都是娘一用上山少子龙，奶奶这个定是有家一相送。啥个道理？三国志里面有一个诗，就少操。这张叔这个懂，张叔身娘面孔长得漂亮，手册叫啥？那张叔的身娘入魔来，两只裤浪头包了一只针女郎上。那么张叔也好，这个张叔要想飞过来，那手册说他，手册很快身边又有大将地位。地位本质来好，张叔晓得你两个两兵都加同人，你根本难以取胜。那么关张自家虽当老乡，不想云雨红吹，虽然地位两兵还是都加同人，判得出是哪一类嘛？好了，手册的生命系交死的张叔是一下，终是以来我拿了命，毕竟手册是当浪人摸的，那么张叔表一浪想不来手册作恶，所以两个人就出来，你的张叔一到听清都是浪讲张叔手册是本着难好各条枪枪法尽土，张叔的人都是叫的，我身称不离枪王，杀这个八毛小将还用枪，怎么了？怎么了？手册上这个是机会，因此答应一声，娘来我塞，别过。张叔觉得哪一天？顺龙三个招兵，最好呢，把毛小将首领身经拿。十七将来能够做了你们，这个十七龙马不好说怕你啊。终是做了以后，我得了张叔这个金号高头，那么定好十七奶奶张叔说他。那么是操麻烦规则，那手外遇呢是那是操的是水当老的幸福是自上了三个人表一浪响也就压入那张去到谁找的是你好奇张信的几个爆破浪响，水泼军枪，上去的枪把啥都刮刮去了，带着令人嗡扬起来了，猛！这口气给你。倒是有爬毛小将
凛凛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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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娘龙出去，又向贵州一声第一炮。嘿嘿，那四刀老将和步将就有意无错，看个步将出挑不中，身轻时跟那大将得了魔将，哇哈！魔夫一定要亲身跟啊！这个人又有错事，哎呀，为了娘奴出去，张世相暗杀，我晓得你女友不出，亲身奔出条不中，我将得了不将而当这出来，四面都出子，向我诈，哎，到格顿光。那墓碑老大将要是拿来明确三分块，不晓得云雨无吹，出到门的女人铃声去摇，那毛小将你可知晓，我的枪王张旭会晓，云雨无吹啊。之龙啪将马克一听上不敌枪王张旭去当老乡的个不将用右错，哎呀，那么是之龙想我的个一身笨死路个这么是之龙死杀的样子，就是还是张旭的事，山东狼牙山把玉过，那么国家司法不同啊，总而言之，张旭得了三次龙，都是一死门下。张旭不晓得那三次龙是我的尸体，但是三次龙晓得。这三次龙哪会得把狼牙山把愚公为师呢称得枪子主，三次龙一心要想为民死害，那么呢七分心当了个兵荒马乱，那么去把刘把愚公恳请来师母为了加上白玉公一口为为来为去为啥历经心灰意冷，我虽然两个和尚人不良心，我从今起不再是和尚，不晓得啥时候住了门根子来复述弄举了老夫起来，那么白月公，想想小猴子啊，天气上冷，马上要落雪，你举了龙门关头，你五百万方，你总要办的，不晓得这个玉牙天打下，满山雪茫茫。一片到天亮大门开开来把愚公一眼，就是要把我为师的小猴子想的心灵冻僵了，哪个他马上那个自动盘扶到自家房里下，我是那个孙老乡西特特纹身插刀来
让伊慢慢叫冤冤相报。石子龙心出来，大有公就问你：你有什么样的决心？为啥一定要把我为师？石子龙说：现在兵荒马乱，那老百姓苦啊，那定好我能够活一生本子，为国有劳。你食堂的心思嘛，我心里啊，你现在可能这个人一直上去好，不过我心不心里，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那么这次我要问答应你啥个条件？就是我把有公有两个好嗓子，这个两个好嗓子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个是玻璃枪王武人军女张氏，外一个嗓子楚里香兵马女婿，韩称的枪王张氏，你这个两个师兄。我张氏气得刷牙喷出来，哥哥你都生病了，儿子你都生病了。我没记得，我想和张氏啊，我来忙忙多，把他一来讲起来，一来还是终身为，你都终要报答我恩惠，不晓得三七半的张氏。张人明明对你记得我白狼可见自家心上叫啥对白白罪这就不可见来到门廊相去门廊你们规则一概不记哎呀白玉公气啊你和上次是上不良子结果到无人帮你无人军女张氏去要想告诉我张氏那张人是俺爹子副科长来去报门门工规则一概不知所以那时候你才说要答应我师父一个条件我堂弟你要那个个两个家伙去共性不答应可是没有上次那么十二次龙答应十干了十二次龙晓得有个两个师兄张氏张人不晓得十二次龙是干什因此十二龙想今朝拿到那张氏来水当中有没有错无错一个董事因为你生斗出挑工作骂你骂一把小时候不懂什么来人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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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来攀枪一脚你的等于丁郎狗子到我屁股上两刀小人攀升级围过来大枪就是大大的的跳到魔的中里忙着魔的部的杀所以各条人枪上几声下几马所有风雷出转几魔的缺口咚咚杀声震动喊这次我想跟我证人说他的还有办法有一个等你这一年判出狼就这个人叮咚就像两柄刀黑对
啥子我可机会嘞，是你黑神奇吗？好娘来了不怕，记得有娘来上当，这个强调说了我那么有理有无错，一口狗屎气神功了，一脸都喷我嘞，早知我口袋正直惊人，枪头砰砰两一棒，五寸两根刀上，两根刀飞腾，早知我拿起来嚓一枪，有理有无错。不能少人枪跳哟，对，胡将军死了，张水一口，我有啥子用啊？我们心腹不将，真的不能一枪出的，算。与本真女爹好，因为你身家了，趁到真女不理想我，更动大飞身抛下，可是真是荣军报国。是龙一毛，几飞飘飘荡荡，不理相望，无人君女对哪一个战？师兄嘞，这么想出相谋家事，真着身体好了，累得住了。我不骂你一声，我就当日一样闻声发命，你称得不敌强王，我今朝回来为胸口一枪，立刻靠你，小子阿斗，要不要为东家十字相？跟我真叫这好女人，所以上次用马背之难当过黑身师兄小弟少人，在这马背之难称我为的师兄，我不理想我不理想一个师兄，师兄只需一步这根这样，我来我把师当了，后来师伯在要说吞吐两个师兄不会得考，我师傅跟我讲过，我与两师兄，一个不敌枪王张水，一个出众名山张水。现在我等你讲，我嘀嘀呱呱，四刚去云都跟个两师兄，两位师兄，今朝我三次恳请。放我一马，娘我打。
我再生天王，你刚出名堂来，不是瞎说。孟家是一口外地，小时候到外地，什么向往不报私恩，我的名声要清的。那么答应来，答应来，放来吧。我若上出门的，怕是我三个招面要奶奶身惊拿。所以海参既酸称杀郭子龙师兄正阳，你要晓得我的奶子，我以来各位去我的时候睡当浪向当场，我放你，我犯军纪，我是个口浪的老子，我不放你，不是你凶心事，是啊，你人我张须门里叫两叫两，俺的师兄，只要你真敢师兄叫两，你放我一马，我不能再来同水他。张水听得该疼，哇哈哈哈！是吧？我放你，中国要有个局。你娘我三枪，你捅得了我三枪，我放来了。这次话来我来，我算是你本事好，那我无法来的神经脑。隔天你要答应我，佘子龙听得非常好，输得我刚刚。这个人心胸狭窄，称得相王。我四个里四个枪，把梅花枪、竹竿梅花枪啊，把鸟蛇王枪等等，你才会。根本不晓得，四行的枪法有各位，极端是师兄。小弟要请师兄去下雨天，请发那么繁马两只鹿，各条桂花灯，哈！张氏将便是三枪，一枪就击过来。我将军不动一枪，枪花不来那时，带着佘子龙，你们老乡，去啦！佘子龙是难不熟。那个人我枪法好多，所以海参骑马那枪头噗，不是一个枪头，密密麻麻，门的才是枪头，其实那个枪头才是虚门，只一个枪头是真格。在这种时候，送上送到第三把。这个枪的真好，其他才是假的。我是过去走家走啦，虚的，有十几个枪的要进门，所以说是黑人奇门，当张书生一浪响着，说你当着
一样的文山地里的武强党。今朝辰光关系啊，是我只能讲得快点。大大张生，礼不三下，倒是内讧不得啥子。那么啥子用啊？你有天马口，那那三枪送你，张生。叫啥表面孔？什么是三枪？哪不说叫啪一枪一枪，一将军一枪？要说的动手枪，一把零一枪，但谁不能是用通的？哪不张学晓得？哎呀，这个事理本不在我之上。只好放一炮，去算计。杀平你，至于吗？这是弄枪什么呢？来第二米空刚好三枪，说不定把另一枪来得下去呢。四处，真的是要你对待。你趁到不提枪了，你枪法真多。既然你只说得我一把零一枪，那么我也恳请你师兄，我自家手里一路枪，要让你师兄指点指点，你看哪？张叔一听了不得了。我趁得枪往随便的上枪，哪不能上当？蛇子龙用一龙啥叫七通数步枪，自家发明。张起看见一只老鹰的一条蛇钩，老鹰到了树浪下，蛇扑了我的头，老鹰跑起又来。要来这条蛇七寸长，想要想丢起这条蛇拿蛇的半弓多少就不弹出去，老鹰啪往天空当中飞上去，那扑一空这条蛇啪回来，离出落汤，这条蛇身上全是伤痕。搿只老鹰想，哎哟，你的蛇得结棍了！那眼一看，搿条蛇像死下来的人，就了浪不动。其实我是搿条蛇还没勇气，等了第七趟扑下来，搿条蛇嘿，欲放慢，一怕等你将要到自家脑袋，哈，出去来。老鹰一老不理，打老老日，把刀子上嘎啦个鸟说一个，那个把老鹰告诉。所以杀子龙可是个龙，哎，说的老鹰绝对发明一种枪法，叫七通手步枪，暂时那么难看。你不是好人，不能少子龙砰七通头部枪，那张叔砰一枪挑他。哎呀，张叔我被老狼出去，头名十七岁当老乡三个大将，跟光十五乡，哎呦，那张叔去他妈拿你三年一道冲浪去。我想到十五万来出浪来，那门里的须子比你跑得还要快，须子黑身女，上一招大步，
是脑脑筋贪向往真宝币一笔数字在笔上想着到手术为什么地里头嘎上去让他开笑得不灵但是被你到来后吊住身来哈了师傅像上门了啊你来的一家上来想得待着你过来得得快相对牵住嘴的大日的浪子还是不是那浪子你那相对是一次俺的相对女人就是个牵住子对正去自啪靠了刷到我几岁的时候不去过浪子去自嘎嘎一通胸口的一门人口喷水水不晓得三针好一滴的根上来等到上来一口血吃了打过来都是直播一张手嘎里嘎里谁的细数嗨呀上了一个苗女福林的跟我拿趁枪机会好得了稍微刚起来我不晓得啥门当想发包的刚修行明明可以喷细数所以咱了啪有诸生的跟着我哈这香条沾水自打树枝血喷上哈腿沾了香条沾水就该把替代的干涸因为这个事交给你所发生的今朝呢正面分好好叫正面干得不得不请大家动动脑量。精彩，精彩，精彩，精彩。